这条街是北京的北池大街，现在这个方向是朝南，从这儿往南，不到2公里啊，就到了那个天安门了。右手边这些房子呢，它这个后面就是故宫的护城河，也就是跟这个故宫啊，就是一河之隔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四合院，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都喜欢在这个地方合影留念。这个是它的大门啊，一直到后面这个地方，在这附近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四合院是很难得的。这个地方以前有2个门环的，现在门环已经摘掉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现在。这门的两边分别有一个小门，这个门槛是这样的。以前这个门上有2个这东西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到后面去看一下。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后面故宫啊，这个就是车库入口。现在这个方向是朝北啊，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路口那地方有几百米啊。然后左拐就到了那个故宫的北门啊。我现在在这个北池大街北边，这个就是故宫的护城河呀。那个黄色屋顶就是刚才拍的那个四合院，我现在放大一下，就那个，这个是故宫东北角的角楼啊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地方。那个是故宫的北门，这有很多的是钓鱼的。